换物，获取一路上的衣食住行。我们可不可以用 A Boy's Prada 来换你的爸爸？以心换心，体验最真实的风土人情。你们要用什么东西来换呢？还有呢吗？五十天，他请我们吃驱赶五项物品，我们请他吃肉干，换一趟新加坡五十之旅。那一定要尝尝了。A Boy's 换游记，只在都会台，周二八点 ，Go Local。